真的要除毛吗？因为你这边加上了这个之后，就他还替胡子打光了。你是不是很想要强调这一点？你想要靠，你想靠我在胡床上有安全感？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我们就祝福你，我也不要一直攻击啊。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只是皮肤黑，我自从来你们节目之后，你们说我胡须之后，我觉得我人生有个污点。你要不要改成络腮胡姐姐啊？很多元化的儿童节目哎！你今天改了，我就敬你三分，我就不再欺负你了。那你会一直在节目上叫我络腮胡姐姐啊？我会，因为你就是络腮胡姐姐，不然我要叫你什么？可是真的有很多人说我什么葡萄叔叔跟葡萄哥哥都是你讲的。有没有小朋友很镇定的都不知道你有胡子这件事？有啊，小朋友其实都知道我胡子，可是一直不敢跟我讲。你如果小 S 跟我，小 S 姐姐跟我讲，小朋友们被隐忍了这么久不讲。你如果到我家做客，我女儿就会说：“妈妈，那个叔叔干嘛戴假发？”他会以为你是叔叔。看一下，如果只有眼睛的时候。是美女啊，可爱。可是有胡子的才是美女哎。是啊。问题是你是络腮胡哎。怎么我名牌惹到宝妈了是不是？对呀。因为我丢掉，我丢了，刚丢的。宝妈才把名牌拿下来，她说为什么要别名牌？然后制作人就说怕主持人不认识你，他就把名牌这样丢掉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常被这样陷害，就如同刚才那个，我怎么可能会不认识宝妈？我跟她女儿有过节的。效果，效果，效果，还加了几个小人在家里，效果了，效果了。好，玩够了吗？可以了，很开心开到场了。可是我觉得他模仿你，还比他模仿我像啊。哪有？不会啊。他为什么刚刚笑要这样？对啊 ，Excuse me， 他很爱这样啊。对，哦，对，我是很喜欢这样的，因为我不需要我的腋下走。对啊，你小腿比 S 粗很多哎，粗多了，多了，连大腿都比他粗。搞什么你？而且你本人比我老很多。跟情侣去泡温泉的时候，万一对自己的身材没有自信，他的步骤应该怎么办？就是立刻跃入水中，挡在这里吗？你就说你先进去浴池，然后你就故意撒娇说你先转成背面了，害羞，然后再慢慢这样爬进去，然后做好之后，你再把这个这样弄开。你觉得王以璐有用这一招吗？他不用啊，因为他不差。微笑，微笑。有一次被水球扎到胸部都肿起来，不是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玩那个游戏的节目，而且那时候他规定我们要穿就是比基尼，就是要穿比基尼被扎。但是后来那个我看到那个女生，因为那个不是我被扎的时候，是有一个女生在那边被扎，然后不知道是谁扎得太大力了，是男生猛扎她的胸部，然后那个女生她的比基尼也只穿一件，然后她也没有防护措施，就胸部这样被扎扎扎。那比基尼掉了啊，就露点吗？那自从那次之后，你知道我去玩那个游戏的节目啊，我的胸贴就贴两层，比基尼就穿两件，然后就绑个十级，这样被砸就不怕了。可是你的比基尼掉了，大家会发现吗？很有道理耶。时髦，我觉得 Elva 穿的也蛮时髦的。Elva。那请问十分是满分的时髦的话，西地大概到几分？没有，就是他九分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有九分吗？有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优点在哪，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小的、比较矮小的女生，所以我们要选择好的才能。你是很矮小了，但我是还好。你这没礼貌的家伙！你们女明星去拍照的时候，真的心里面会想说，我今天绝对要摆一个平常没摆过的 pose 吗？拍照之前会收到一些 reference， 大概会拍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现在是看到鬼吗？为什么声音在？感觉好像跟鬼交流，不要杀我！啊，重来。对呀，所以你觉得他们寄 reference 来？所以拍照之前我们会收到一些 reference， 大概会拍什么样的感觉？你是有推销器吗？你太逗了！为什么推销？不要推销，推销。你的母语是什么？乌克兰文。所以用乌克兰人讲话，讲你刚刚说他们寄一些 reference 来，怎么讲？Вони можуть присилати до нас ще фотографії тощо。
比较好很多哎。跟讲中文不一样。那你用中文把那个故事继续讲完。什么 reference？ 所以呢，就会准备行李，要大概办什么样的动作？你讲中文的时候，有鬼插入你的身材。所以 CD 要不要检验一下吴建豪他的肌肉有进步吗？大。你刚刚去摸吴建豪跟蓝晶晶结果怎么样？我觉得为什么跳过聂云啊？哎，他都一把不是老骨头了。拍戏的时候早就已经剪骨吧，还摸你胸部。演员自己写的，他认为差异最小的是李艾。他说作为内地的名模，肯定保养就是很不会马虎的。然后他说差异最大，他认为是白白哎。他说白白的妆太浓了，所以卸妆后什么都没有。要看浓妆艳抹的，他说不定撒下来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白白他是赢在还有眉毛哎。对，我有眉毛。我不要给你们看，等一下给你们看，我眉毛很多。你有眉毛吗？他眉毛很多，我有，一度成为我的烦恼。可是刚才医生说他的法令纹会是一个问题，他看起来会不会变老？我可能会变很难像，因为他刚把刘海拉起来，我瞬间看到一个将军。就是还没有录影的时候，他会开始一直吸油，不能说他补妆，他会生气，就是他一直在吸油。不能说补妆，不可以，因为补妆两个字叫做把化妆品往脸上扑，叫做补妆。OK， 而他只是吸油就叫做吸油，请不要误会他，不能模棱两可，是不是？不可以，对。他会一直跟你争辩说，我不是补妆，我是饰演，我都很洁癖，就是说要讲得清清楚。那可以说他打玻尿酸吗？可以。可是我在想，他有要说这件事情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已经在笑喽。你说你太瘦了，宅男不高兴。对他们好像喜欢像就是大圆或是新雅汉，这都是美美们赢了都讲一些这种。没有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吃不胖超好。不是因为他项目嗑药过量，然后说我希望我是车长小姐。对，真的很疯的感觉。可是因为我真的吃不胖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我找找看，刚刚好像有，哦，有这样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我的哦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作者九月娜小姐的照片，漂亮，漂亮，黑白照。那接下来我看你这边的。哪有以来，哪有大叔啊？好 colorful。啊，你说不可以？是刚杀完人吗？我里面也有别张照片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呢？砍了摄影师一刀吗？不是，也有别张的。康永兄，这个不是吹牛，早在你得到宋中奖的时候，得到金钟奖的时候，得到金钟奖的时候啊，之前，我就论断说你的节目真的是做得好。真的吗？因为你会带动一个艺人，你想想看，要看到本土天王能够撇素的节目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什么是撇素？撇素就掉眼泪了。你有让他哭过吗？有。为了什么事？欠钱的事？没有。喂，谁欠钱了？杨宗纬参加过 KTV 的歌唱比赛吗 ？NTV 台的歌唱比赛。哦，情歌。情歌王子，还有高分贝歌唱大赛，跟你当选过情歌王子啊？对。应该是情歌实力派唱将，所以王子会不会有点言不及？所以你希望我们以后介绍杨宗纬的时候，前面要讲说情歌。I can't。小恶魔把布拿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另一个小 S， 对不对？一定会看到另外一个。小 S， 哪像啊？你什么时候抽空去拍这组照片？医生，为什么你的腰有折出一个那个形？对，因为如果你有钢管的话，你不能再去弄一些多余的手。你真的很厉害，很像你哈。我是性感，可是他是臭三八。所以你之所以选曾雅兰今天来替你选人，是因为你喜欢雅兰。她是一个好媳妇。你喜欢她的生活。对，她比如说她的小孩要求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吃蛋糕。”即便她一辈子没有做过，但是她还可以做出一个蛋糕出来。对，亲手做，她可以帮她老公烫头发，帮她老公剪头发，帮小孩子剪头发。我觉得，我说你有学过吗？她说她没有学过。没有。可是你老公的发型很丑哎。